Mama, make him give them a question and answer. 我相信大家都有足侪迄落，有足侪代志会当提出来讲啦。啊，我即马唱歌要甲恁介绍两个 reference 吼。好，今日就是，这是外科医生，这只那个牛奶是 Yale 国在外科医生，这个是现在 Harvard 的 Brigham and Women 的外科医生，这是本来是印度人，啊，写一本册，叫做《Being Mortal》。啊，我不是读这本册，我是看到迄个 PBS 迄个 Frontline 迄个 program 吼，啊，三月。差不多两三礼拜就出来过的 program， 我感觉伊是伫少年，伊拢总在有在治疗，看伊的患者，吼、哦，那平常讲特别过身，还是讲伊有去采访，因伫迄个 Harvard 迄个 Brigham Women 病院内底专门在治脑癌、脑癌迄个脑瘤迄个医生，因为脑瘤诶患者他们大部分拢无好嘛。所以安怎咧甲伊接触吼？啊，伊是拄只黄医师有讲过，就是讲，咱人生命有限，这是自然的一部分。你若死到的是做医生的责任，是不是一直要 keep push？ 讲总共有5%的车子，我起码虽然未要落去，但行要落去，啊，结果是患者是伊个无伊个 quality of life 啦。所以这问题提出来讨论，我感觉真好啦。你若有机会，这本册有啦吼。啊，也一个 reference， 是要介绍你看一出电影。这出《阿莫》，阿莫是迄啰法文讲爱 ，love 呀。这出电影是去年摕了奥斯卡金像奖，得到最佳外国影片。啊，伊这是在讲一对。真好诶，老翁阿婆，到甲最后迄站，安怎咧过日子，安怎咧处理中间的代志？你若有机会，我本来想要提出来吼，我感觉有较 depressive， 对吧？总是你若有 ready 的时阵，可以等我，所以我来介绍进来 ，OK。All right， 即马。Open for question. Oh, before that, 我跟你朋友另外一个，我当下接到我一个同学吼，即卖伫土壤做，啊，伊虽然我这个会伊也做妇产科啦，还是侥幸。不过伊伫迄个 medical society 真 active， 啊，伊呢这个土壤做诶，迄个医学会委托伊写一个文 ，will propose the Ontario 县。要开始推行 euthanasia， 或者啥 ？euthanasia， euthanasia， 那没有，哦哦，安乐死，哦安乐死 ，sorry， 啊，伊提下我那个 classmate 的看，因为这是一个可能真面对这个真现实的问题 ，OK， 啊，都叫工作真到怎样了？到怎样不去？不去台湾。啊，无外久以前，这个赖清德医师做伊个 host， 盖底下去顾啊，赖医师有写一篇文，然后厝边个人吼，刷了再甲我讲，我会当加伊们吼 ，OK， 那 open for question。对，黄医师都讲了，反正费心的是吼，最后到处。呀、yeah, ，最后淡水，你这个淡便宜，还是淡那个 ICU 吼，这较歹，但下当含那个 family surrounded by family 那个很理想。你看我这我的 question 到处也行吼，那到处贵姓要，但是如果医生来开死亡证明。你看，这是西方这人，这个 China， 以
经来。因为你已经，你若破病时，已经拢有病历啊，迄落你下面那病当甲你开。啊，你若那杀人，那无管你杀人得死是，拢一定爱 coroner 来做，来甲你写证明。coroner 就迄落就法医，法医会当来做。对，所以就是两方面来。对，若无拍病，但是你若拍病，医生拢知影嘛。你的病名到底让甲你开啊？啊，有法到到到到到来再看，没去啊？甲你看瞳孔，有反应啊？无啥问。可能即使你伫病医室的时候，医生嘛无咧甲你看。你看，你问陈总，你拢考试，这个 supervisor 去给你 announce death 尔嘛？是不是安尼？你陈总，你讲是不是好嘛？我最想讲个 ICU 啦哈，我看到你嘛 ICU 哈，你这个是，你病死当然医生爱写 note 嘛，看到几点 pronounce 掉，几点是爱去看啊啦，无你反正。你无死，你也可以死啊！关于太平间啊，你画起咧老费啊！我是爱去看瞳孔啊，看有喘气无，安尼是爱看。啊，你讲你真趣味就是像我一个心脏科医生，我值班迄个也值班吼。啊，迄个患者伫迄个顶条，那个讲阿科斯哈斯克算一种，唔是算无急性医院啦吼。伊安怎呢？伊摆脚吼，伊破裂吼，叫救护车去抬迄个尸体。送来急诊室，啊，伊较早急诊室去看咧，所以免行半暝行去遐，行去遐，所以这载人啊吼，爱如果爱离病院的患者一定爱。啊，你讲四零处吼，方会带迄个可能会加点迄个问你的医生啦，看你肯要啥开些死亡证明无用嘛。哇，你若像我已经半冬也毋捌看到伊，啊开了到了发生啥物代志的，除非去嘛。所以他一个月内底吼，你若差不多是反正一个月内底吼，啊死去你可能你若无上讲会去过的时阵吼，会使好好上讲看卖去开一个死亡证明是无啥货，啊所以一定我是爱去。但是呢，反正那是 hospice home care 的 hospice 的时阵，伊是不是有较有迄个方便？Hospice 嘛 ，Hospice 也冇医生啊，应该嘛是医生去。Hospice 我听厝诶，哦，你想 Hospice 厝诶？当然厝诶，我是关天庭，我收到负债。我那天庭，有啦，病医家咧厝拢有啦。这可能我讲我一个，对我讲起来是方便，不过我头一日做 resident， 吼，啊，空空行入去，啊，就透早落去。开到房出，伊共房狗仔刷出来，护士甲敲电话，叫 doctor please pronounce death， 我先学个 pronounce death， 哈哈哈哈哈。就是我咧病房内底坐，或者死，我爱去甲讲，啊我不要那旁人，人就死啊，你 pronounce death， 我就发着伤，你爱去啊，你爱卡住我这人死，你才会当，你才来看伊去死。这是我家己的迄落做真正发生的代志啦 ，OK。请教法医师吼，你拄则有介绍了讲迄个叶克膜吼，伫台湾用上济了吼，啊，伊结果伊个翻译做叶克膜吼，袂做敢那叫啥物膜安尼啦吼，到底迄个呐照迄个原来英文的意思吼？如翻译转，卖叫译音啦吼，到底是啥物吼？啊，迄个伫美国有咧用无？啥物时阵到咧用？这是迄个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我说 membrane。诶，那这吼，上专门的是吴医生。超级干头毛啊！哈哈哈哈哈！你做问题怎？我照伊个，现在两个规矩。这是用这边就是代替你用迄机器代替你心脏甲肺部的功能，暂时维持你的生命。心脏甲肺部。心脏甲肺部，所以你若病较重厉害时，用要死，你就用迄个 echo 唔该倒。有的人甚至讲，有的人我是柯文哲甲我讲的，伊演讲在讲，伊讲一个人吼，十九日
心脏停掉啊，继续维持生命啊。十九岁了，有一个迄落心脏阿伯咧无，所以心脏阿倒咧，啊，就是去挂起去行路顶，啊，所以这是足miracle 哈。啊，所以咱美国什么时阵在用的？美国其实嘛是，其实是美国上开始用的。啊，台湾是因为柯文哲第一个人去引进叶克膜啊，因为伊足拍拼，所以甲台大叶克膜团队训练甲足够的啦。啊，甲以后台湾较慢慢的去转，大家拢学习柯文哲安尼转开始用起，啊，台湾的叶克膜讲听多含是世界级的，含美国。病啦，啊！台湾人是讲较惊死，有个人讲啊，本来是少年人用较好，这临时紧急状况之下用，你暂时维持生命，啊，了以后，大迄落较 stable 要安定了，他才去掉吼。啊，但是台湾人用尿过度，甚至连老尾啊，讲哦，兼唔甘伊走，啊，就甲倒一个立刻无一样，迄个无意思。这是 acute 的紧急的时阵吼，急性的病例用的。你本来开始讲是对牛蒡，那个因为 premature 的牛蒡出事，那个肺的功能不好，所以爱用另外一个机器来甲帮忙那个肺的退退啊。所以我伫那边叫一个顾医生讲，那个是先生的科的吼，只搞在用那种吼。也挺有不济。因为这个 one of the founder 就是陈慧婷医师的同学嘛。慧婷，你同学嘛？在哥伦比亚的呀？或者翁什么？翁长廷。呀呀，伊是 one of the 开始的人呀。对的，不然叶克膜吼，你对外讲嘛 ，extracorporeal oxygenation membrane， 用经过中膜来传。氧气和血液嘛，普通咱伫美国人咧开心脏，白查像讲开冠状动脉啦，在迄个时阵，伊拢在先经过叶克膜咧开的时阵，啊，即嘛，因为迄个时阵心脏无咧跳，伊即嘛咧停嘛，啊，所以经过叶克膜，但迄种差不多你讲开刀，伊若开两点钟，伊就是白查两点钟。那开五点钟就是过五点钟，了就结束。就等于心肺机器啦，代替心甲肺的机器。安尼讲，迄个咧做心脏、做药剂的迄机器差安怎？那这个差多倍啊？差，所以药剂是跟他捏动脉血吼捞出来，经过这个做药剂的迄个机器，将伊都。电解质排泄掉，啊，再不用静脉剥离。啊，你若讲做心脏的时阵，你都要用动脉，心脏的迄个动脉接到伊个机器，啊，再不接到等于你的静脉。OK。啊，因为伊有咧流，所以伊个血继续流你个头脑，所以你头脑都会缺氧。我哩，所有的内脏在弄血液这些供应。这个现在在哦，你看，大家谢啦吼。我咱大家拢真少年时阵来美国，忽然间安尼哇，五十年过去啊吼，啊，即马变七十几岁。啊，写咧写讲吼，啊 ，Steve Jobs 这个 Apple 这个写，伊讲吼留遗憾人。啊，我有十个孙啊，啊，我看迄孙啊直直大汉吼，我感觉讲哎，有一日我哪会来去啊？所以其实是唔是 choose， 唔是选择，咱都爱 go。啊，即上帝甲咱讲吼，你若某某是几分几秒该去，你就去。啊，你若伊若要你活较久，你要除非自杀以外，你也是阁继续咧活啦。啊，咱传道书咧讲真趣味哦，迄个讲啊，生有时，死有时，征战有时，和平有时。啊，小妹有啊，所以有一个老人吼、哦，要过身的时阵，伊甲靠一个以前同事真好朋友，吼、哦，甲伊讲我写面你，伊看迄个人吼、哦，伊死以前也无法度敲电话，
啊，迄日迄暝到，敲电话，讲我原谅你，啊，你欠我遐钱，你免还我。啊，所以西方有讲一句话，讲人要洗出来阵吼，哎呀，哇，欢喜甲吼，正人拢哦，我有一个孙啊。啊，要死的时阵，哦，操妈的 ，Carissa 四五万人去甲杀，都哭，一个是 joy， 啊，一个是哭。哦，啊，这就表示讲，每一个人的行路吼，拢无共款。哦，啊，所罗门王捌讲一个故事，讲，伊实在啊，伊讲我死的时阵吼，你棺材甲我开两空，啊，我的手吼，伸出外口，予大家看。讲我做皇帝人吼，并无诈金银那块，像你同款，哦安尼，啊卷卷来卷卷去安尼，所以直接就讲，哦当然这个 Steve Jobs 是伊哩咪靠天才吼，啊奉献落咱，哦阿妈这 Teresa 是讲用伊的 compassion， 用伊的疼心吼，啊留伫世间一个足迹啦吼，迄、哦那个 footprint， 所以就是讲咱虽然讲，哦。呵呵我坐会啊，但是咱 still 咱会当做哦好代志啊咧。就哦，谢，我也是咧讲 ECMO 吼，就我胸腔科嘛吼，啊我外科同小儿科，我唔知小儿科，所以我咱小儿科无医师变哪讲啦吼。内科就是讲一个病叫做 ARDS 啊，哦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就是讲。患者去求五年嘛，吼，真侪人去验了到，到尾拢无氧气无多人趴入去嘛，所以用这 ECMO， 但是第一贵嘛，第二爱真侪爱会较核心的问题嘛，所以你美国的胸腔协会吼、哦、认为讲这项物件无效啦，好、哦，但是柯文哲吼足厉害，伊这感冒伊嘛是有名就是台湾最近年的。那個、流行感冒吼，流行感冒用那個 ECMO， 伊是那個 survival rate 真高啦，所以才有名。所以你查到我来讲，我患者去到病，去到急诊，我要找叶先生，我要找叶医师嘛，找叶医师，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讲，大概无效了，但是总是到尾你无补嘛是补啦，哈、哦。你反正患者强要死，也你有大项物件用啊，就都试看卖啊，但是。但是原则上是无啥物有效啦，伫个 ARDS 一部分啦吼，迄、那个呼吸正常情。啊，其他我要看的就是讲，你讲这器官处理啦吼，诶，真趣味呢吼。咱台湾咱还袂出来以前，吼、喔，大家拢在器官处，吼、喔，啊，你讲我死到伫病，啊，其实倒转转来，其实台湾拢大家嘛死伫厝病，病其他无定义，但是你都即马搞无大厦嘛。哦，所以你拢你电都电，你唔知你等你上好嘛？即我真趣味，即考起来千字吼，哎，真趣味代志。诶，我有两本书吼，一本啊做钟恩生的救度法，吼，即卖伫咱会顶啊，佛教口咧讲即个死亡的探讨较济，啊，咱较早拢知影讲啊，无只四十九日啊灵魂。卡要去托生嘛吼、嗯哦，啊，一本书若有兴趣来登记啊，这个会长头一号，啊，另外一本我有一个患者，伊亲身写的，伊讲灵魂打电话，爱信就到的，吼、哦，啊，恁有兴趣想要看卖，甲我讲。嗯。你听到黄医师哈，伊都在讲这个安乐死嘛哈。啊、你讲五洲，你讲五洲有是合法嘛？吼、啊，到底有这个法律的洲，含无这个法律的洲，对一个病人来讲啦，吼，对一个要临终的病人来讲，有啥物款的，啥物款的无同款啦？啊，假使讲，假使讲咱即摆伫加州，吼，啊，迄个华盛顿遐落，伊咧，伊有迄个安乐死是合法的，吼。敢讲加州的？个居民讲，我走去遐病，遐病院，安尼敢死啦吼。啊，佮另外讲，迄个 medical insurance， 敢有去个研究讲，伫即五州内面吼，因个保险费敢有讲比其他保险费较俗个呢？因为即个代志，我去年吼，去年有一个查某人，二十九岁个查某人叫做 Brittany Manner，
伊得迄个 brain cancer， 伊是加州的居民啊，住伫 San Francisco， 啊，就 brain cancer 伊第先治疗是用迄、个开刀啦，开刀开了几月之后，佫再复发，啊，本来医生甲建议讲要叫伊做化疗。唔是做电疗，啊！伊不爱咧，伊讲伊吼，伊头壳落去吼，歹看，所以伊拒绝，伊讲伊要宁愿死啦。啊！伊宁愿死，啊！伊是加州的居民咧，所以伊就转伊去 Oregon 会使安乐死，伊转搬去 Oregon， 啊！底下变合法的居民。了，找遐医生，然后叫医生啊开迄个安迄个钢琴把笔出来安眠药吼，啊大量安眠药，然后伊伫选一个日子，啊然后伊个因老母也支持，因翁也支持 ，stepfather 吼，规个 family 拢围绕在身旁，啊然后伊真正就眼睁睁看伊伫遐真做啥事体。所以这个我选的可能你爱，是专门是伊个。迄个 resident， 你阿是 step residency， 都有迄个 resident， 无咧别处人会记咧个啦。那我伫外国不一定啦，因为我知影讲差不多一两年前，英国有一个出名的指挥家吼 ，Edward Downs， 因阿公阿婆两个拢得这个绝症，啊，因全年尾啊决定呾飞去瑞士，踮遐做安乐死，所以迄报道出来。所以我是唔知迄个注销迄个时间，我唔知影。啊，你陈大哥，你讲的 insurance 哦，我是嘛是无啥了解，我唔知，我唔知你讲的 insurance。还有康宝安乐死吗？不是，我意思是讲迄个，足侪医药费嘛，拢浪费伫迄个要照顾死人迄个要临终的来病人迄个中间嘛。啊，所以我是咧爱知影，若是讲有安乐死法律的救济，是讲伊这個 overall 的 medical cost 会减足侪喏。啊，来了大家分摊起，你当然你 insurance 会较低啊。我是爱要知影，我是唔知有这种的。我是到那时嘛是无认真，其实吼加州迄阵伊伫遐咧讲死的时候，加州有甲 offer 讲要予伊去做 hospice care， 特别甲你都住伫病房，啊然后甲 take care 伊疼，就甲注射啥物，会甲 take care 予伊，伊可能若无去自杀，去迄落 hospice care 可能会加活几啊辈子啦，还是说不定一两年嘛不一定。所以就摕起个阿爹酒店费，咱个 absorb 起个 cost， 但是伊就无爱，就调去走去 Oregon 去死。如果是讲，如果中间的迄个健康费的差别，迄个唔是重要的 factor， 可能别项差较侪。你若伫纽约足贵个嘛，还是讲 California 我是唔知影 ，California 足大了就歹讲。所以可能迄是 maybe one of the factors， 总是不遐重要。你看刚才讲那个 case， 你 Oregon 咧，说医生是开安眠药，是好食安眠药，食过量的安眠药。对。我最近有一个听了一个朋友，实际上伊方法是类似，伊不是医生啊，但是伊个伊个囡仔讲，我若较老的时候。我若有啥物代志发生 ，don't do anything， 伊家己会了断。所以我讲啥物方法，伊就开始 accumulate 安眠药啦。所以伊讲那 accumulate 安眠药，伊就爱去甲医生讲，我讲我下个时拢困袂去，对不对？医生就开始开安眠药，对不对？伊就拢无用，所以伊就拢 accumulate， 所以伊就空起来。佮到一天讲 OK， it's time， 伊是伊就食安眠药，自我了断了，所以。所以在讲的肯定，那是他自己吃的嘛，他自己吃的，那是他自己吃的，那是他自己吃的。现在是 family， 就那是本来我们看的人是外国人，是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 advanced directive， 很多病都叫人要想想把你真正病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从啊，特别逐项要插各项，拢要甲你救，要延长你的性命，也是讲你若较无效，你放落去吼，
这款代志，我相信每一个人爱尽情讲，无咱无吼，你若家庭中间呐讲袂好势吼，各路真好真好处理啦。因为过去美国也发生几项件，人话足久的。我李小妮哦，因为2007年，宋庆龄，你在西里那个高古那种等人来啊。2008年，两个西里那个十度那黑马头，我做那个人工搞，那些个 shift 来的山，那个我做。那2009年，我老婆西里那个 asthma， 空那个 asthma。非常非常作为先辈，我感谢，因为三个人是人，一个是阮老爸是医生啊，伊讲吼，不管安怎都爱去，但迄、那个因为我是高镜，我有无治疗，我不是医生，所以迄、那个大家拢要互我决定，我决定的人上快决定，因为啊我是高镜，所以。就阮太来西里迄个 sepsis， 哦，快些，因为迄个化疗无效，因为迄个比如病情，迄个可能受伤。再来迄个切莫西拉比多，往超过十一度，超过十度我要去继续化疗，所以做迄个 endoscope， 看迄、那个看会痛的，看迄个胆囊胆汁会落来，再结果引起 sepsis。在迄阵，一死以前足艰苦，听迄是是不是？我讲，伊讲，医生甲讲做无费啦，也伊问我看爱做无费，伊讲，我讲做着，做着较爽。特别后来迄个医生来甲我讲，讲，恁太老已经无法做。那个主讲，我们个安乐死，莫非主啊？伊会当看个 virus 啊，心跳、血压、呼吸系统。对我来讲，讲医生啊，是安怎足侪人拢爱死入面，就是讲医生看个 virus 啊，拢伫遐，因无需要你把遐坐个 counter 就看，哇，遐 virus 啊拢无去啊，你都死亡指数会落去。资料差不多没少在阮老爸上，但阮老母吼，伊人是，伊要过身时阵吼，伊足艰苦，后来要死以前拢叫我讲唔通做，就是这个，按讲互你，吼 ，DNR， 伊拢台湾两个老爷讲的名字，那伊就讲，我甲讲一句话啦，我甲讲，大家拢要看你上阿个钱。所以你看你们来，后来伊去，大家拢来以后看了，我老婆把关，把关了，是袂爽。那医生讲，我你要做莫做，哦，莫做。当老爸是十度啦，系嘛错嘛，那个规个巴肚生了乌病。我有拜托阮同学看迄个 CT scan， 你讲迄个嘛？那个就算，那个无效，那拔管了以后，还是骨拖啦，拖稍微了二次休息。所以那柯文哲哦，柯文哲迄伊咧讲生死哲学，我伊逐篇我查了拢漏跑 ，video 拢 YouTube 拢漏，我人要死个啦，两个笑死，插光还要插光，真危险。所以，要我一个就是讲，安乐死为 cancer tumor stage， 医生要太难就简单。莫非以外 ，potassium chloride 输了，心跳不正常，而且黑波有气了，因为身体也吸收，所以你讲无啥做的时候，所以迄当时吼一个人命还贵嘛。伊专门咧搞做安乐死，伊住下来，爱咪住个，我住不老辛苦。
这是我因爸所经验的，我是跟大家分享。本既然哦，是的，既然你讲这个啦吼，而且不会飞。但是不是已经杀死了杀死了？即摆已经以前咱咧读少年时阵吼，讲医生是咧救人嘛吼，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但是即摆的新的观念就是讲，你医生是好，会较好死啦。哦，咱不是杀死了，你就你的决出发点是要为你这个疼，你要做无非。你出发点是要缓和伊个，互伊较尊严死个，唔是讲你要杀死，唔是讲要目标烧伤，结果是一样。但是你个，你个杀口拉一个，你个法律的上个定义，就是讲你是要 assist， 为较为你死去，唔是啊。当然你知影，你无辅助了，到底一定会抢鬼个跳皮哦。哦，所以观念无啥，讲话无啥啥，唔是讲杀死伊，杀死人家。没有事。哈哈哈哈哈。你处理你的 human 那个部分啦，不是讲只是说咱讲病这样，啊，其实已经不是，你都要 human。所以我较早在教我的 presence， 就是讲，你去啊，你莫讲伊是 patient， 伊是病人，伊是一个 human， 有问题来处理，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伊人的问题。我想到即卖的医学，因为做对这方面去啦。要不一点就是迄、那个，你知影迄个有诶做孕妇，七日不孕症嘛，一摆怀五胎、六胎、七胎，迄有一款就是讲，有些有咧做迄、那个，专门咧甲胎儿吼拍啥，要存啥个。但你是变做存啥个，就是，迄、那个你都爱插针入去，插到做。我来用不来？那做事情，做事情。所以，迄个有关咧讲，就是讲咧，迄个话就医生，结果伊迄个做安乐死，迄个医生就是专门咧讲做这嘛，伊不是做毛病。不，那是他 question 啊，伊就是我咧做事，我专门咧做事，迄个安乐死专用。啊，我头伊阵去下过是，伊电话就是讲 selective reduction， 或 multiple pregnancy。啊！这伊就发表迄个人，我讲你 selective， 你安怎 select？ 伊甲讲 random， 我来惊你。伊讲我倒一个，我针较容易插着，伊先无去。啊，有影讲对这个 ethical 讲起来，想起会惊。那个无啥物 choice 啦，你若胎儿若伤济吼，你结果是撞去嘛。我的记录是生五胎啦，这不贵啦。啊！迄五体是拄拄开始的时，我嘛是有甲 offer 过，你敢有考虑讲要去减较少，至少迄个 baby 生存的可能较大。啊！迄、那个两个爸母讲一撮，我若讲要装起，装好好装起，啊，结果五个装出来了。啊！所以，迄是我一生的一个记录。要什么样？我咱咧做这个大肠镜、结肠镜，啊，拢麻醉。啊，我的经验是讲，啊，迄个麻醉了，你失去知觉，啊，佫醒来是一片空白，哈。啊，这较死去有啥物无共款？啊，若是讲咱有灵魂，咱有 soul。是不是这麻醉药买当甲瘦麻醉掉？啊，有厉害嘛？拢唔知，拢无法度回忆讲迄段时间到底是做位置。这陈伟杰是，不是你别那个 answer。哎，我嘛变人咧想这啦。所以啊，所以我买过 Jackson 吼，伊就是做迄个 propofol。Propofol 我若咧做诶，我哪做安哪看患者，啊，甲一个程度，我著停起来。若伤侪，伊著无喘气，无喘气，阮著爱甲人工呼吸嘛。啊，万一我若袂记诶时阵，伊著喘不入，可能翘起嘛。啊，所以就全袂记半啊，全身都袂记半。所以你咧讲诶，总讲你做大肠镜，啊，我著是甲你做 Propofol。
啊，煮互你睏啊，拄好小可会紧张，还佫会喘气。我若煮佫较侪，你就袂喘气，袂喘气，我就互你帮忙你喘气。我你都不喘，啊，阮就煮较少咧。啊，煮较少的时候，你就慢慢佫精神。啊，你若咧精神，你就会硬。我就佫甲你煮较侪者。啊，所以你拢唔知人嘛。啊，同时另外还佫种药啊，煮互你袂记的。暗暝时啊，就是互你失去记忆。所以我若甲你煮一寡，我若甲你煮一寡暗迄落，我都无说。你精神你啥拢袂记的，你就是有听吼，你像我麻醉甲你创到伤无够，啊你伫遐咧休咧听，哎你精神你嘛是袂记的。啊、所以我即摆在想，是毋是有灵魂吼？即些大家嘛应该讨论啦吼。但是我看，在我感觉是无啦。你人若死吼，就是即个肉体都无去啊。啊，你若讲有灵魂吼，我要麻醉，我嘛甲讲患者半暝啊来吼，我足紧张的，足紧的，足迄啊麻落啊，翘鼻气。啊，死去了，你若讲有灵魂，唔多，总共只开刀房，啊，灵魂唔多去你只顶头。啊，伊若唔，伊若无爱，伊若感觉伊无爱死的时阵，伊是毋是会来找我？可能中国人讲，惊鬼嘛吼，那死去是毋是变鬼？鬼就真个甲你抓嘛吼。死去变鬼。但是都无嘛，无即款代志发生嘛。你讲灵魂敲电话互你。我想这嘛是不可能的代志。来，迄本先借你看。本来我，咱即嘛无遐侪时间在咧看遐个书，但是讲个人的经验啦。总讲你若有灵魂吼，你的朋友你啥物人过身了，因敢捌过来找你，嘛毋捌。你会梦到的呀，或者会梦到，在梦中会见到。你主动去梦的嘛，毋是他打电话给你。哦，你打电话，哎呦。第二个拜五暗吼，拢有一个讲座，伊个讲做无医个熟悉哩吼。啊，伊这个村长医师要搁转来讲，大概是五月还是五月六月份？五月。正常者是六月是吧？正常我袂记录着。呀 ，OK， 所以五月第二个，咱这是第二个拜是第二个拜五暗六点半钟。在迄个仁爱医院吼，迄个当时联络我感觉是一个，我听伊讲了后，感觉有道理的代志啦，唔是讲你看到啥，就是有迄、那个，迄、那个甲你的 memory 所有关系啦，啊，所以我感觉，你讲了我讲，我今日想无去讲我哪有不舒服，但是院长咧讲某一个的代志吼。拄则毋知对一个恁遮会友甲讲，啊，莫来遮啦，莫去开一个迄个竞争啦。我讲毋是咧竞争啦吼，真个是咧竞争，因为会友嘛要来讲伊退休个代志呢吼。啊，这是一个synergic action， synergic action 就是讲互相一加一等于四一种个 action， 毋是讲一加一等于零一种个 negative action。所以这第一要 clarify 吼，这是无共物件啊个。这一个无一个一个平台，互你讲你的生活经验。啊，因为吼，我感觉有一挂人，毋是再大部分拢 spiritual 较好，有一挂人无 spiritual， 伊干要生活的代志尔。吼，啊，迄种的迄落平台，互伊去讲，是讲伊要讲政治的代志，还是要讲文学的代志，还是咩？迄我爱 clarify， 爱第二吼，我顶下听咧讲，大家拢讲了最好，爱 congratulate 这个问题作歹。足歹讲啊！即黄医师讲了真好，吼、哦！啊，恁遮大家咧讲，我拢有咧听，有咧同意，我无咧照顾啦。安尼啦，有咩问我，我才讲。啊，即时间我歹去讲，今日讲到遮就好。第一，
我是感觉足好啦。我另外一个平台是做成家的时阵，伊也发来，伊是伫开迄个读书会伊方面啦，啊，就看人有读过啥物好个册，伊也弘扬。伊是伫 Orange County， 伊可能就第几个礼拜一来看啦。所以我是感觉我即款呢，即就袂像敢若咱南加州的台湾人的文化是做淡薄。是有影南加州，我对目睭搬转来遮，我咧感觉讲，这个座谈也是足特殊的 group， 啊，每一个 location 拢有嘛，啊，伊无得相争嘛，我是感觉讲，大家去参加，大家互相分享，这是咱六道人的好处。啊，后个月我要提遐讲，我安怎提伊落？啊，我的题目是，逐日拢是拜啦，就是我的迄、那个 every day。这大家拢来听啦，我第一届是讲迄、那个，这种迄个 respected speaker 啦吼，啊，拢迄个不务正业，就讲医生讲这个代志，唔是伊的正业，伊是讲迄个宗教嘅改革含人嘅生活嘅问题，啊，第二个是讲日本历史，啊，这两个拢医生，啊，讲啊。历史哦，可能比日本人搁较捌的历史咧。真捌，哎，今麦即届一个月吼，十三吼，伊要搁讲日本的历史，第二讲啊吼。啊，第三讲是讲迄落回卡条款，回卡条款就是讲你若是美国台湾有财产，你美国政府免甲应付，要甲你提钱吼，啊，大家拢足侪人来听。哦，即款的靠自备足侪人来听。啊，第四讲的是讲火车。这个讲的人，伊是迄个火车迄个 pilot project， 迄个 supervisor， 所以伊是咧驶伊罗马吼，罗马去火车咧驶吼，伊伫个脚咧驶，脚咧像咧飞机嘛咧，所以伊是一个太空的 physicist， 是台湾来清华大学毕业的人，啊，即摆来吼，过来讲就是，比如讲第二讲的迄个历史，啊，过来是也较想要讲。讲退休的代志，啊，个就是陈总统在讲，所以在在座的人拢该 invite， 有个人要来拢会使 ，anybody 是 invite 的。但是我是不安尼讲，较歹势啊，你咧讲记录是 your friend's friend OK 啦，哈哈哈哈哈，啊，有诶是 undesirable， 那就是。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吗？你说人死亡以后，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那？比如说像 example， 去年那个 HM 什么370那个飞机，现在不晓得在失踪到哪里都不知道。那么多人的身体，假使说是埋葬在深海里头，那一刹那，他死亡那一刹那，灵魂就已经决定好他是要去哪里了。哦，对了，我还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人有双重信仰，他又受洗的基督徒很小时候妈妈带他受洗礼啊什么，已经变成基督徒，长大以后又接触一些佛教哲理，又有一点像佛教徒的样子，他。他到他临死的时候要走的时候，是不是上帝来抢他？耶稣来抢他？佛陀也要抢他？还是说他自己那一念头？那他要保持清醒啊！他假使模糊不清、不明不醒，不能自己决定要去哪里，谁也要来决定。那个还有死前要决定去哪里，这个是怎么决定？我这是宗教上的问题，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咱在讲上帝、耶稣啊，是佛陀，拢不是personal。唔是咱所想的，敢若讲你上帝哦，我你甲靠落啊，我去基本的掌管一定会对，唔是即款上帝，上帝是咱讲袂出来，也是讲你佛陀，咱袂当讲，所以你袂当用迄个咱所知影讲我信你即个我就去遐，啊那信迄个我就去遐，即款代志是无可能的代志，咱爱想超越咱迄个。一个坎爱超过去。那心较侪，唔得变迄个凄厉，迄个松弛，或者分身灵魂嘛，分身去较侪所在。我一直咧想有这个问题啊吼，啊，他多你迄个先生，你讲啊嘛，讲灵教修炼会使
解决者。伊讲死有时，死有时啊，吼。啊，即摆问题是讲，即个死，因为咱即摆现代即 medical 的 extend 哦，一直 continue 吼，你到底所以古早的死含即摆死，迄个死已经拢 longer the same。因为即摆咱的死是差不多，你一直甲你一直甲你提了，所以到底讲上帝迄个死。就是，跟上个拢爱定时代改的，是吧？再上节拍，身体也要，骨头也要改。哎哎哎，对个，即马，即马，伊阿个，你阿个发展，啊，伊阿个发展，你一个人哦，要甲伊持偌久是恁医生咧控制。哈哈哈哈哈！呀，所处，迄个，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就迄个胆囊癌，啊，然后我拖啊，要死要死啊！啊，到尾伊是因为 hospice care 介入嘛 ，hospice care 介入了，啊，迄个阵也伫遐拖足久的，拖袂死啊！到尾伊都甲莫片定甲煮啊，就三工。从鬼星球啊！这种，当然伊不是掉方面要死啦，啊主要就是因为输毛病，所以伊就不过伊那有较爽快的。呀，迄不是偶尔困难啦，你袂使讲在生死拢是先得决定，我有问陪要带来。你跟我有关系啦，有关系啦。医生什么人在控制？你医生在控制？不对不对，我是对迄个地形嘛。啊，医生不是歹意，不是讲我要去变好死啊，要变好 comfortable， 但是伊 side effect 就是讲，伊害伊个呼吸、袂呼吸啊，就拢真紧就过身。我的经验就是讲，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吼，我斗阵去阿拉斯加，前迄阵黄医生因搬来去，啊，伊生一去的时候开始就人 cancer， 总是因规世人做甲足艰苦的，足拍拼的吼，伊无爱互因某disappoint。所以很晚等着去，啊！我咧感觉讲去的时，若要出来到这地方，啊！到尾啊，阿拉斯加回来了后，才讲伊真正去身体好，蛮开心，一定 advance， 啊 ，good， 足听的。啊，有一摆，我伫迄阵伫奥林匹克教会、中心会拜师下过，阮两个回来时，我下阵来甲看。啊，我去遐看的时，伊伫处理 hospice。啊，是不是护士在甲顾？爱讲艰苦，啊，护士就安尼无份做了。我甲伊太太讲话无共，将护士来讲唔起来。伫我呢，目睭就过去。啊，我即么想到顶来，就是讲可能某份你若创较侪，伊个呼吸会停啦。啊，我迄个我做过是有一个看起来已经差不多得要去啊，啊，一讲唔得，我值班的时候就爱听爱听。啊，我普通猛训时，那轻轻啊，差不多8mg，哦，迄普通是较轻的，迄个8mg，我想我后下听，可能我什么10mg的，半点钟啊，全掉去。我想我足艰苦的，我是不是我甲创的？太重。啊，不，啊，你有人10mg袂安怎嘛？总是有迄个。个人品质不。你有一个 limit 哦，像你讲，我拄则甲你介绍讲。迄个病魔咯，就是讲有人 cancer 已经足艰苦啊！啊，你搁再继续过会艰苦，咱做医生的人安尼敢？啊，是讲我有新的结果在那边，你可能有5%的机会你会好。啊，手术的落去到底啊，反正拢 out 咯。所以这个问题是无一个真正 yes or no 迄个解答案。关于这个毛病哦，我的经验是阮老母甲阮老爸，一个是 Leader Company， 那是成绩报名，一个是叫 Florence Memorial。Florence Memorial 是 County Hospital， Leader Company 是天主教。伊老是我甲姚宇讲，伊个头好低哦，电梯头好低，我讲 ，You increase fast， 就是 no。哦 ，hospital， 所以你死时阵哦，你若走去天主教病，也死了啦。你若去看病，伊个毛病你就会增加较紧的，你就不要紧。是有样问题。
你是我 personal 我。我以前我把那个 ICU 的到处讲，我让警察较紧，因为我后面这是点么过脚步的吼，那个例如讲哦，就是搞 hospital policy。你看我刚刚讲那个 Mary 哈，因对要处理人的死亡的时阵，较人性嘛，还较无人性，拢共款。时间呢？等待。谢谢。你讲。讲的，我咧真真。我唔爱讲，我嘛是我唔爱讲。但是哦，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要死安怎？要死唔死？要安怎死哦？唔是咱咧讲遐简单啦。我即马要甲你讲，阮即阵哦，现伫即内底遮个朋友内底哦，咱其中有一个朋友哦，已经三个月前就是有心脑炎。至少两个、三个、四个，咱一内底有六个、五六个、四五个医生，甲这朋友吼坐伫遮吼。伊三个月前脑溢血，就是去到病院吼，医生就甲伊开刀，即摆头壳吼，这降平叫啥？转，这开刀的时头壳骨就无降平了，即摆食暗。九八九嘛，三个月前哦，我咧讲医生要死无死，即卖是分做两方面，一个是宗教上，甲医学上哦。你若讲医生，我头拄仔先来讲医生，迄一个我像这个朋友，伊若要死哦，三个月前就死啊，伊都开刀了，都拢无醒起来啊，目睭连念嘛袂念啊。啊！因太太就甲我讲，诶，将阵了要准备同伊遮朋友吼要葬事。啊，但是毋是啊，简单，伊是因为伊本身甲因太太安尼交代啊。啊，伊太太安尼讲是照伊个意思啊，但是人因查囝坐入来个时讲毋是安尼讲啊，讲因是安怎个因。因太太可能不是宗教基督教徒，但是因查某囝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查某囝安尼讲，讲人的生死吼是上帝的决定，在上帝手中，不是咱人的决定。伊唔爱因老母个，他断掉迄哪里咧讲的插管，贵了的事嘛。要按上帝的意思。啊，你咧讲，那是三个月前的。但是你看看阮一礼拜几耐病了，拢去遐看咧。三个月来都拢无进步啊！迄身躯三个月前哦，目睭还袂开起来时，啥物事啊？怎毋是啊？怎啥物甲你开一支啊？开一半哦。还有较有啊！但是你看讲目睭呐，是安怎呢？迄个身躯有较好啦，哦，身躯迄个肉体有较好，但是伊都无。都无脑，你敢知？无脑，我嘛常常咧问我家己呢。我到底，咱拢有时啊讲人好心，其实心参这脑无关的。咱人拢总是脑，人有死无死是决定是这个脑，不是决定这个心。主要问题是讲伊脑的有方形无的作用。三个月后，我几耐朋友拢我见着讲三个月后。伊这目睭紧张啊！我想讲，安尼甲神的，安尼甲拍落去目睭内念袂啊？伊都无甲阮配天神的。无增加啦。啊，无配天神，我想我哪会讲医生？今仔日的科学发达啊！哦，三个月前我甲看安尼面啊，三个月后煞变红，变到个身躯煞变到乌龙，啊，红高赤字，你知道？今仔我要讲的，毋是啊。这个人哦，三个月前啊，三个月后，伊个肉体较好啊，伊脑都无作用。即摆我特别问讲你，
一个人是什么叫做灵魂，什么叫做脑脑神经，是不是讲伊神经无咧作用，神经都脑无咧作用，是不是死啊？啊，你灵魂是不是？伊是迄个人是有灵魂啊，无灵魂？他肉体还在呢，还在动诶、嗯。对啊，肉体还在。啊，你个医生哦，本来个面啊黄啊卡，得着，怎么唔是啊？怎么去啊？看煞变做较好啊？主要问题是伫宗教问题，甲伊个问题。我相信讲，这个人伊会当活三个月。你知影 Medicare 会当伫遐过三个月，大概拢免付半仙啦。你头拄仔咧讲保险，我甲你讲咧保险，若过过一单 ，Medicare 会当你 lifetime 你会当住365日。不过你住一礼拜吼，几十万啦。你住365日哦，啥人会买单啦？我跟你太太说啊，说你不用烦恼钱，你要有钱，你也不用烦恼钱啊。Medicare 哦，拢专家拢是美国政府买单啊，你拢不用烦恼付半仙啊。啊，但是你讲要搁活滴啊，都365日，会啊。恁医生哦，恁这医药这发达，我相信你要搁甲拖一冬两冬拢有可能啊。但是这是全世界咱这全民的买单，你感觉？你的保险要偌济钱？保险公司来，保险就一个这样，啊，就七三六百个，安尼你知无？所以真侪问题，我即摆要甲你讲哦，就是讲分做两方面。因为我即个朋友常在甲我问啊，电话来，我即个惊到拢唔敢用电话。啊，要问伊即个这也唔讲，要问伊也唔讲，我是安怎来讲？阿母来交代讲，我来放下。但是因查囝对宗教上不唔啦吼，两个人有冲突。这唔是干那因两个，一个家庭几下意见。伊家己吼，无管讲因阿妈讲，伊也无迄个勇气来去打量，讲好我安怎做。伊要找恁这朋友啦，要找你我这家己出主意。哦，但是我正要甲你讲吼，迄个人倒伫啊。对宗教上，我常常咧问，到底伊是有灵魂，还是讲伊个脑有在活咧？伊个脑是毋是死啊？脑死啊？无算脑死啊！哦，伊脑死的时候，你对刺激完全无反应，啊，然后就无反应啊，无啦，你甲是刮到是有啊，啊，目睭都会点眨。人个伊，人个，你得拢总爱。你即个又讲个，所有刺激拢总无反应，较脑死啊，然后迄落迄 EEG 吼，迄 EEG 会变平个，啊，应该是一个。阿妈，我是唔知哦，无做两方面哦，一个是医学上面死啦。即马我先来讲这个宗教上，宗教上第一就是讲。人的性命是交代在上帝手头，不是咱的人来决定。但是，什么叫性命？是肉体的性命，还是咱宗教上的灵魂？那灵魂是无迄个不朽呢？灵魂是不朽呢？恁无论佛教甲基督教，灵魂是不朽，咱是永远的话。啊，咱的灵魂在倒位？我来问讲，是毋是你灵魂？是毋是？灵魂是不是倒伫遐？不是，在头顶上吧。我唔知啊，我唔知请你卡住啦哦。所以，因太太嘛是真头壳疼。你讲话真简单啊哦，就讲哦，我上帝的灵魂讲做伊生命，不是咱人啊。但是这个生命，上帝是咧讲什款的？是肉体的生命，还是灵魂的？这是生命。咱宗教上，咱的灵魂是不朽的，知无？不死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不是讲一句话讲哦，你生命安怎，你上帝咧在掌管咱的生命，咱人无决定。第二，我讲做科学啊，科学上医生真简单啊，两句话尔嘛。医生倒来，就讲你嘛真简单嘛，你我若跟你问你嘛真简单。讲看你有迄个尊严无？讲做医护人员。第二句话就是讲看你地方歹。我跟你问啦，什么叫做尊严？
啊，你规个美利坚啊钱啊开了了吼，啊365全民买单哦，保险公司都倒去哦，安尼叫做尊严。什么叫做 quality of life？ 因太太讲叫我来写的，我叫我写好，伊写到乌纸白字啊。因听讲啊，这个太太来安尼，啊，问到咱斗病就可以用写，因为伊无迄个勇气啦，伊是当事人啦。咱就讲小意思哦，你是大囝，你都要做决定啦。因太太一直要决定，但是伊无迄个勇气啦。伊买只个朋友哦，甲伊讲 advice， 讲 yes。插管都甲掰开都无去啊嘛，但是唔是啊，这是医学问题哦。做医生医学上真简单啊，我要告你，我一当两当无问题啊。啊，你要看你着来吧，你要忍耐住啊。你拢听我讲啊，但是怎样做看你着来？你规个保险公司都倒了了吼，咱这全民买单。OK， 正好呀，是啦，我。我替伊话，所以我替七八单。不过以前我拢在 ICU 咧做吼，就像要药费叫叫费怎么讲吼，就想大家随便爱写写哦 ，advance 的来去。莫非指定啥物人做你话的，你哪话你我做决定的时阵，所以我想叶教授讲的重点而已。啊，那无的时阵，伊若带因老因某讲无爱安尼时，因某是第一优先啊。怎样不会管你讲啊？对，无勇气啊！是啊，啊，无勇气，所以讲第三方法就是讲病院有这 ethic committee， 迄伦理什么 ethic， 伊迄会当招恁后生查囝，亲孙啊，未亲孙啊，嘛出来你吵咧吼，所以大家做伙开会啊决定嘛。啊，其他第四个方法就是讲，你以后你到一个 stable 的时候，你会离开 ICU 嘛？啊，就是讲把这样的发炎的时候，肺炎的时候，你变成治疗的。哦，你讲你若讲啊，去以后卖治疗，做回去就好。啊，胃，你唔知其实胃基本上胃管拢无爱来，无爱好饲啊，卖饲胃管有营养，卖伊就家己下去安尼。哦，所以足侪代志咱做啦，唔是讲干呐讲，上好是讲参病院一啲含义地吼，大家拢做伙啊来决定看要创啥物。啊，若无是啦，孙啊讲无爱，啊查囝讲话，啊后生讲无爱，啊老母是啥物决定，所以足侪代志咱做。这是就是这样，他上班上班，哎，都 OK。人家这边到你卡的，我也没办法，这边讲对。哎，我这他都要交准讲这个 case 哈，一基本上也未死啦，所以呢，也无脑死啦，一这个刺激上弄反应，啊，我讲这个 case 脑波一个五六人发生关联。所以你袂使甲谋杀，你讲你俾我死袂使用死，你得不是，我想我想吼，就是讲后边有啥物机会，就讲你需要一条气啊，还是啥吼，你需要治疗，但是你会当决定讲放个治疗，安尼回去机会回去，安尼想过。这个祝福伊个朋友医生是按你这建议的，像你讲的，啊，你这话，你别生个谋杀，你别讲这些，安怎好回事？这问题就是讲 ，OK， 啊，即马唔是干那因太太的问题，即马就是讲 ，OK， 即马是因查囝伊个囡仔的问题，对吧？伊个囡仔的 insist， 哦，伊就是爱等落就对了，哦 ，OK， 啊，所以伫这个情形的是，即马是讲第三者，因为苏老师这个。因太太袂当无爱决定，就是讲 ，OK， 变作因即摆个囡仔决定，囡仔就是讲特别等落，就是等落，对无？安尼是伫即个情形是第四 ，other party 会当 override， 一定是我想要是你个人一定无得能 override 伊个囡仔。可以，因老母，因老母。敢那因老母会当了，但是伊都无爱做，是无安尼，伊都无爱接受囡仔个。有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神明？唯正乃至，你没有正，绝对不会知道，因为因是不在同一个空间。可比讲，
佛告灾安公古二十八天，二十八天，三界二十八天，二十八天就是讲，你我们在这一界，你不能知道上界是，就是下地不知上地是，咱我都知影天龙的代志，嘛我都色界，你的欲界不知道色界的事情，色界不知道无色界的事情，侬唔知影。但是你家己有法度，有法度根据佛经、佛经，伊家己爱安那见面，有这灵魂的代志，伊是爱在安见面。一定要自己见面，你无自己见面，一定你无相信。所以讲，你来讲吼，爱见面这代志，我是嘛，足济方法，不是讲就是一种方法了。我今麦讲的吼，有三种方法。我今麦所在有三种方法，先见面。第一个方法，就是有法度入定。入定，你咧坐禅，你有法度入定。你坐个奥禅，你有法度看到你先生，你个点先生，奥禅。到三禅了以后，你都看到十世、百世、千世以前的东西。所以讲，这个是讲无无的问题，是你有法度见面，你家己有法度见面。你若无法度见面，你三人安那甲你讲，你有法度，无法度看到，无法度相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要哎，说三种，这是坐禅。到第二种，你是爱学定吼，学定这段期间呢，你会看到各种境界，你会看到各种境界，迄境界是你绝对收袂了的。你若有法度见到这境界，你就知影我啊，确实有这灵魂的代志。第三个。你要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你看到你，一看到你，你就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马上可以挖多判断。啊，你家己知影讲，我的灵魂在哪里？你我的灵魂是安那判的？伊性质是安那？伊拢判袂着，这块就是别个要判的。所以讲，这是爱家己去解。第三点，你啊，都讲。咱人个怕病，爱要啊死，唔死这代志，这是足严重个严重代志。我以前跟阮太太讲，我今年77岁，我跟阮太太讲，我太太讲，我若讲就70岁，你若有怕病，你若注射袂好，食药也袂好，你就莫甲我插管。哦，让他去，让我随便随时去，但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绝对袂差管，袂遐，我爱做，我一定甲恁握手，大家要夹夹手，我会做。安尼个，谢谢。还够有无？我够时间了，我伫 Facebook 看一篇文章啊，今仔看工作上侪人名记了，就是讲大概上是讲一个 Harvard 的迄个神经科医生吼，他有 near death experience。哎，讲伊个 experience 含别人无，家己有人看到嘛？哎，伊是讲，伊主要是讲 self， 啊，伊讲伊了个时阵，就是讲，伊迄个中间就是讲，伊自我全拢无去啦，吼。啊，去到迄个中间个时阵，伊迄款人含人个迄款 knowledge 是，伊个是叫啥 ？telepathy 啊，是啥物吼？啊，你咧想啥物，我唔免经过话，你咧讲话是啥物款？你咧头壳咧想个啥物？我咧想个啥物款？因为拢无自我啊嘛。啊，所以是大家人拢知影吼。啊，所以伫迄个境界的时候是充满乐，就是讲充满疼的，啊，真 happy 的一个世界，那是个经验吼。啊，这互我想到，伊这个讲法，我不止啊会当讲，我感觉真趣味吼。如果我会当疼人，就是讲，就是 self， 你就是讲，你会当讲超越你的自我，啊，去和人有迄个共同的迄个生活吼，迄种就是一种的疼吼。所以我是用安尼来 relate 的吼。啊，在座我是要甲大家遮医生问讲吼，这个 self 吼，你医学上敢有法度人来甲找出来吼？因为有时讲有人迄个头壳安尼受伤了后，啊，伊查到伊个记忆，伊个 self 就是停留伫伊个13岁的中间安尼尔吼。啊，所以是毋是讲这个含这种个 self， 这种个观念含咱个脑
内面是毋是讲有啥物款的特色？后摆我爱做，真辛苦，这是难题。我继续在做新的。也得些拜谢 ，OK， 就是啊，那我们讲呢，现在因为早上天，所以气压得控制啊。